当前学校仍是首都疫情防控的重点，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四方责任，认真执行国家第九版防控方案，按照快严准细实的要求，防松劲，堵漏洞，控风险，以快自快做好疫情处置，打赢校园疫情歼灭战，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确保首都安全。